屈原参见公主。屈大人认错人了吧？这里没有公主，只有秦国的太后。你是秦国的太后，更是楚国的公主。屈大人真是能说会道。如今用到哀家了，倒想起有我这么个公主。说吧。 找哀家何事？屈原知道的，公主对之前和亲之事心怀不满，但屈原恳请公主求齐王放了大军。放？只要秦国放了大军，卜国绝不记齐王之仇，从此与秦国交好再不相犯。否则什么？否则秦国就永远楚国的敌人。 敌人，楚国不想与秦国为敌，秦国还想与贵国为敌呢。难道公主就不念故国感情、兄妹情谊了吗？当初把哀家送来秦国的时候，谁跟我说过情谊？熊怀，我当他是兄长，他把我当妹妹了吗？ 既然公主口口声声要站在秦国这边，那我问你，楚王乃一国之君，你们公然敢把一国之君骗来武关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耻笑？待秦国一统天下，有谁敢耻笑秦国？如果秦国执意不放楚王，那就别怪我们楚国不客气了。如何不客气？我们楚国上下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会跟秦国抗衡到底。 大胆屈原，竟敢在秦宫跟哀家说这些，你就不怕死吗？如果怕死，那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。你不怕？你身边这位姑娘也不怕吗？就算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